开特斯拉一年内花费最大的，也基本上是唯一的保养项目，也就是更换个空调滤芯。前几期视频跟大家聊了如何最低成本更换空调滤芯，那今天阿洛就给大家带来一期特斯拉空调滤芯从里到外的详细版的更换教程，满满都是干货。记不住的你可别忘了先点赞收个藏。今天还是拿咱们一空间专为特斯拉开发的高效空调滤芯举例，毕竟一年内出现异味可以免费换新，不仅性价比超高，拥有四层高效过滤使用品质的同时，还能给你提供更为适中的价格和更多元化的选择。而今天我要更换的内置滤芯就是这个自带蓝风铃味的，不仅省下了买香薰的钱，表面的超滤矿晶比传统的活性炭也更具吸附力。那咱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干。更换滤芯的第一步就是要关闭全车空调。趁着一空间新品刚上，活动还在，需要的你也抓紧安排一套吧。